请坐。今天我们利用这一点时间，给诸位同学谈谈《华严经》普贤菩萨十大愿里面的勤转法轮、勤拂诸事啊，这个两愿。哎，我们这些年来，大家在一起共同学习《大方广佛华严经》这部经，分量很大，内容非常丰富啊。学习的纲领一定要能掌握到，我们才能够得到真实的受用。华严的纲领就是文殊菩萨的十波罗蜜，跟普贤菩萨的十大愿望，尤其是普贤菩萨的十愿。贤士处，菩萨修行的最高的境界啊，最究竟的、最圆满的境界。那我们要问，普贤菩萨所修的，跟一般大乘菩萨有哪一些不一样的？我们在大经里面看到啊，学习的科目是相同的啊，理论的依据方法都没有两样，不一样的地方啊，在心量啊。大乘菩萨，我们常常读到啊，心包太虚，量周杀界，实在讲非常伟大。我们听到了，看到了，怎么会不羡慕呢？但是他跟普贤菩萨比呢，那还要差一等。这个要是不读华严，不会知道的。佛在一切经里头都未曾说过。偶尔也谈到，但是没有在华严上讲的这么透彻，这么详细。那就是佛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它不是一个平面的，我们今天讲立体，也不是我们一般呢这个观察想象当中的立体，不是的，它是重重无尽的重叠。不可思议啊，这个境界很难讲，很不好懂啊，就是从比喻也没法子
找到一个恰当的比喻。但是在现在呢，确实可以找到相似的。我们从这个相似的能够体会到一些。那么这一些是宇宙人生的真相啊。我们昨天还读到的。昨天晚上幕后两个小时讲到了微细这个境界。佛给我们说毛孔。毛孔是我们汗毛的毛孔啊。毛端这个汗毛的尖端微尘肉眼看不见的。一般大乘经里面我们曾经听到过。大概一般学佛的人都晓得。佛经里面有所谓呀，芥子纳须弥。芥子是芥菜籽啊，芥菜籽跟芝麻差不多大，你要晓得比毛孔大多了。我们这个含毛孔啊，芥菜籽那放不进去啊。芥菜籽里面。可以把一座须弥山装到里面去。芥菜籽没有放大，须弥山没有缩小，它怎么装在里面？想不通啊。那佛经上讲的呢，叫不可思议的境界。这不可思议这一句话里面文章可多了。这里头有很深的道理啊。这一句话讲得好啊，太好了。我们为什么不了解这个境界呢？就是因为我们有思有意，这个思跟意啊，就把这个事实真相啊障碍住了。如果你把思意这个念头打掉，思是思维想象起心动念，意是言语议论，这个东西要是真的完全放下了，那个人入什么境界呢？清净即灭。清净即灭的境界，这些障碍都打破了。这个障碍就是现代人所讲的空间的维持。这个境界打破了。打破之后啊，你才能看到事实真相。事实真相是没有大小。它都是自性变现的。大是自性，小也是自性。自性没有大小。自性没有来去，自性没有生灭，所以大跟小是一样。这才知道须弥山不大了，芥菜籽不小啊。这是一般我们在大乘经上常常看到的。华严经上讲的这个微细比大乘经上呢，那有很大差别啊。华严经上讲毛孔，毛孔比芥菜籽小，小很多。里面装什么东西呢？大千世界啊，虚空法界，无量无边诸佛刹土。通通在这个一毛孔里面。你晓得大千世界里有多少须弥山呢？数不尽的须弥山呢。
这不是在一个芥菜籽里头啊，在毛孔里面呢、啊，在胃尘里面呢、啊。所以这个世界重重无尽，啊，毛孔里面的世界，这世界里头有佛，有无量无边的佛，无量无边的众生，那一些众生他也有毛孔啊，啊，那个毛孔里头同样也有无量无边大千世界，重重无尽，啊，这个是一切大乘经上佛没讲过的，啊，那么这样微细的境界谁能入呢？普贤菩萨能入，说明大乘菩萨这不是大乘菩萨境界，大乘菩萨听说不能够入这个境界，普贤菩萨能入，能入就是能证啊，啊，他能够证明佛所讲的没有错啊，是真的事实真相，不是假的。啊，这个境界真难懂。啊，但是现在我们从这个电视荧光幕上啊，我们能体会到一些，为什么有相似的？电视荧光幕只有一个，我们收看频道不一样，画面就不相同了，啊，按哪个频道画面就出来了，那个频道啊就好像不同维次的空间，啊，那我们今天呢只能看一个频道，不能同时看所有频道，这个意思就是说普贤菩萨有能力同时看所有频道，大乘菩萨比不上啊，大乘菩萨可以同时看若干个频道，不能看圆满的全部的他看不到，啊，我们凡夫只能看一个频道，啊，他们能力比我们强，啊，可能看同时看到好几个频道，一点都不杂乱，这个不可思议啊！啊，那我们凡夫如果说是两个频道画面、三个频道画面，它就乱了，啊，这就是。我们今天科学技术啊，比不上自性啊所现的相，啊，唯心所现的，唯识所变，啊，它真的是数不尽的那个重叠了，但是它一点都不杂乱，这是普贤菩萨跟一般大乘菩萨不一样的地方啊！普贤菩萨怎么修的呢？用最简单的话来说，普贤菩萨将自性的性德圆满落实了，100%的落实。一丝毫欠缺都没有，所以当位的普贤呢，就是等觉菩萨了。那我们在大乘经上、华严经上、这个净土经里面所看到的，尤其无量寿经上告诉我们，先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啊，我们修净土的，说实在讲，都是修的普贤行啊。
那我们为什么见不到普贤的境界呢？说老实话，我们是挂名的普贤菩萨，不是真的。从来没有认真的学习过。他修学的理论跟方法，那就是全部的《大方广佛华严经》。这一部经圆圆满满包含了虚空法界刹土众生啊，绝对不是那个八十卷呐！那个八十卷呢，就好像我们这个讲堂里面啊，这个《四库全书》的目录提要啊，全书你没看见呐？目录提要啊，这些我们在大经里面都跟诸位做了详细报告。普贤菩萨能落实，所以他总结全经，提出十个纲领。这叫十大愿望。十个纲领里面第一个，礼敬诸佛。所以世出世间圣贤的教诲，从哪个地方入门呢？都是从敬呢。从尘呢，过去有人向印光大师请教，佛门广大了，经典丰富，浩如烟海啊，有没有什么秘诀可以让我们很快地起入？印光大师说得好啊，有啊。他老人家只说两个字，沉静。真诚恭敬。就说这两个字。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十分沉静啊，得十分利益。这沉静的标准很高啊，凡夫没有啊。我们学佛这么多年来，也总结佛法学习的纲领。我总结的比印光大师就麻烦多了，他老人家总结两个字，我讲呢四个字，纯净纯善。他老人家讲这个总持法门呢，说了十六个字，顿伦敬分，贤写存诚，信愿念佛，求生净土，十六个字啊，把整个佛法总结进去了，实在是了不起啊！这十六个字不好懂。所以我重新用二十个字。我这二十个字说实在话呢，没有印光大师那十六个字好。
但是我这个好懂。啊，我这二十个字就是在佛像旁边这一副对联：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啊，这好懂。这二十个字能落实，印光大师这十六个字这个意趣你就明了了。所以头一个真诚恭敬诚敬，所以他头一愿礼敬诸佛，那个诚敬是一丝毫的虚伪都没有，很难啊，真心啊，能用真心的人那就不是凡夫了，不但不是六道凡夫，九法界他都超越了，用真心的人，不再用妄心。在华严经上讲的最低的位次是原教初住菩萨，用真心了。九法界里面的佛菩萨用的还是妄心，不过那个妄心用的正，没有用错。啊，六道里面用的这个妄心的是用错了，啊，没有用的正。道理在这个地方啊，那诸佛这又讲究了，我对佛菩萨恭敬，我对有智慧有德行的人恭敬，我对于我父母尊长恭敬，外人呢就不恭敬了。你这个心不是真心，真心是什么呢？真心是清净的，是平等的。你的心不平等，到什么时候你才真正用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正觉心、慈悲心修礼敬，那个就跟普贤菩萨有一点相应了。这个是随顺普贤菩萨大师之德，但是还入不了普贤菩萨的境界，为什么呢？心量还是不够大。所以诸佛是包括宇宙之间一切人事物啊。范围太大了，除自己之外，人人是诸佛。事事是诸佛，九法界不同的众生全是诸佛。试问问，我们对于蚊虫蚂蚁，要跟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毗卢遮那佛，你对那个佛的恭敬心跟对蚂蚁恭敬心能不能平等？那不能平等，你没有修啊！这礼敬诸佛，你没做到啊！蚂蚁也有佛性呐！既然有佛性啊，他将来一定会做佛啊！
你怎么能对他不恭敬呢？你怎么能对他用差别待遇呢？啊，所有一切动物都有佛性。那么不是，所有一些植物呢，树木花草呢，山河大地呢，这一切法呢，都有法性呢，法性跟佛性是一个性呢。所以《华严经》上佛才讲，情与无情同源种质啊。那这样说起来呢，无情的花草树木、山河大地啊、泥沙土石也是佛啊，他有法性呐、啊。你不能不尊敬啊，你对他们不能够轻慢呢、啊、然后你才晓得离境诸佛，哎呀，真难修啊，真不容易啊。所以普贤菩萨对一切人就像对诸佛如来一样，决定没有差别，恭敬供养啊。供养里面要知道，第一殊胜的供养是儒教修行供养，也就是说老师教导我的我通通都做到了，这是真供养啊。老师教我们怎样对人，怎样对事，怎样对物，对事，一般讲是对无情啊，植物、矿物，山河大地，我们对它要尊重啊，树木花草要尊重，要爱护。要尽心尽力去照顾他，这叫尽心。无，无里面包括的范围很大。我们讲人，在十法界里头，人道啊。那还有其他的，还有九道呢，那个九道就用物来代表。我们一般讲啊，天地鬼神呐、啊，这是物这个字里头包括了，物包括人呐、啊，人不包括物啊，人是物里面的一种啊。这就是现在这个科学家里面所说的，所有一切不同维次空间的生物，通通要离境呐。为什么呢？都是诸佛如来，
谁懂得这个道理？谁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都能够做到？啊，儒家讲仁民爱物啊，那人是仁慈的人啊。民是对一般的庶民啊，一般的这个人民啊，啊，要用仁慈的心呢去对待他了，要爱一切物啊。儒家讲的，啊，讲的比较笼统，佛法讲的微细。儒家讲纲领啊，佛法讲细目啊。儒跟佛要合起来看呢，你自自然然就恍然大悟了。啊，这是说明普贤的普贤行跟一般大乘菩萨不相同的所在，啊，心量广大，能如无量无边无尽无数重叠的世界，啊，如果这个重叠的世界还很难懂，真难懂。古时候高僧大德呢，常常被邀请到皇宫里面去说法，啊，去讲经。帝王大臣听了也不懂啊。啊，贤首过世很聪明。先说是清凉的老师啊，讲到这个境界的时候，这国王有疑惑啊，他请国王做一个八角亭，那当然很容易啊，马上造了一个八角亭，然后啊，先说大师请皇帝在八角亭每一面啊，他就有八面呢，每一面装一个大的镜子，把它照装了，镜子照镜子，请皇帝到亭子当中站一站，你看看那是什么境界。皇帝走到亭子当中一站，那个八个镜子一照，哦哟，里面无量无边的人数不清。皇帝明白了，懂得了。重重无尽的法界，这是用这种方式做比喻，你从这个比喻里头能体会到少分，当然你没有入真实的境界，但从这个地方你懂得了世界确确实实就像这样，像镜子互相照啊，这里面讲没有止境的，重重无尽的，但是它又很有层次，它一点都不乱，并不会混淆在一起，不思议境界，古大德很聪明用这些方法让你能够体会少分。那么十愿，今天我们这个时间重点在勤转法轮。什么叫法轮？什么叫转？法轮是释迦牟尼佛用这个来表法。就像我们现在这个商业社会里面呢，每一个公司有他自己的商标，佛在各地方教学呢，他也设计了这些商标，
啊表法的。释迦牟尼佛啊这一生到处啊讲经教学，教的是什么？这个标志啊就能显示出来。啊佛法里面的标志呢通常用三种。三种都用得很普遍。啊第一个就是用法轮。啊轮是什么？是语言。这一个形象呢确实相当奥妙。我们做学生时代学几何，几何里头给我们讲圆。圆一定有个心，圆心。圆心到底有没有呢？圆心是个抽象概念，它确实有。但是它没有痕迹啊！你要在圆心上点一点，那一点在显微镜放下的那是很大的一个面积了啊，那就不是点了。几何里头的点是抽象概念啊，点移动，这个线就出来了啊，点移动是线。线呢能看得见吗？线移动啊，但是面呢那就更明显了。面移动啊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立体了，三度空间单的这个面呢是两度空间的，面移动成三度空间了。我们现在居住在三度空间里面呢。佛用这个语言来表达的时候，表得好。佛所讲的是，我们能够感觉到的这个空间的一切人事物，这就像圆周啊。这些人从哪里来的？你看，一直到今天，千万年来，多少人在那里研究，宇宙从哪里来的？生命从哪里来的？这大问题啊，今天多少科学家、哲学家还在那里研究啊，在探讨啊，有许许多多的说法，都不能叫人心服口服。那佛呢？佛就用语言来代表。圆周从哪的？从圆心来的。圆心从哪来？圆心没有。圆心是空啊，圆心是无啊，无中生有啊。那个无不是真的没什么都没有，真的什么都没有啊，那个好懂啊，那个空无好懂啊。佛法里面讲空，可空会生有。所以佛经讲啊，真空不空啊。那现在的相呢，相叫妙有，妙有非有。这才是宇宙人生真相。这个就是佛49年跟大家所说的。用这个东西来代表啊，它代表宇宙人生真相，代表空有同时，空有不二啊。心经上讲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那个色就是圆周，空就是圆心，妙极了。你想想看，在这个世间什么东西能够啊显示出空有同时啊，空有不二，语言里面显示出来了啊。因此法轮是代表佛所教学的内容啊，
宇宙人生真相，表这个意思。转是转是推动啊，那现在我们现在的话呢叫推行啊，那转法轮的意思呢就是推动或者是推行宇宙人生真相的教学啊。转法轮三个字要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这个意思啊，推行宇宙人生真相的教育啊，或者是推行宇宙人生真相的教学，一点迷信都没有啊。佛真的一生无条件的到处啊教导众生呐、啊，有教无类呀、啊，啊，所以释迦牟尼佛要用今天我们的说法给他老人家来定位，啊，他是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呢？啊，可以说他是名副其实。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家了，我们今天来看他了，用这个名词，那就是他的身份呐、啊，他的地位呀、啊。他一生从事多元文化社会的教育，啊，而且是义务的教学，他教学他不收学费呀、啊。他不接受任何人对他的报酬啊，平等的教学，不分你是哪个国家人，不分你是哪个种族，也不分你是信仰什么样的宗教，只要你肯来学，他老人家就非常热心地教导你，教你开智慧，教你明了宇宙人生真相。教你破迷开悟，教你转凡成圣，这种伟大的教学在佛法里表法里面叫转法轮。所以我们对于转法轮这个意思要搞得很清楚很明了。那么勤转法轮呢，那你就是这个实在讲在世出世间来说第一等好事。可以说人间天上的再没有一桩事情比勤转法轮这个事情有意义有价值。中国古人懂得，那是佛法还没传到中国来啊！你看《礼记学记》里面所说的建国君民啊，教学为先呢、啊。这个勤转法轮就是提倡教学，是这么个意思啊！千万不要搞错了。现在人粗心大意，对佛法深入研究的不多，所以许许多多佛教里面的名词术语都被误解了，非常可惜。啊，佛法真理的教育，道德的教育，随顺自信的教育，真正是究竟圆满的教育，教学的内容非常广大。
我们这个世间大学要跟它相比，那真的是小巫见大巫啊，没法子比啊。显示出释迦牟尼佛真的是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那么他的智慧能力从哪来的呢？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所有一切众生个个都有如来智慧德相，一切众生呢，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平等的。为什么是平等的呢？释迦牟尼佛自信显现的。这华严经上说的很好啊，宇宙从哪来的？生命从哪来的？芸芸众生呢，山河大地从哪来的？唯心所现，唯识所变。所以是自性所现的。释迦牟尼佛是自性这个所现的，我们也是自性显现的。释迦牟尼佛有这样究竟圆满的智慧，我们也有啊，哪个没有呢？蚊虫蚂蚁也有啊，树木花草都有啊，平等平等啊。但是现在呢，我们看到释迦牟尼佛有，我们没有。看看我们周边所有一切这些人事物啊，好像都没有，这什么原因呢？佛说出来了，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一句话把我们的病根说出来了。我们为什么没有了？佛说不是没有，有。你现在有障碍，你的智慧，你的德能，你的相好不能现前，是你有障碍。只要把障碍拿掉了，你的本能就恢复了。所以智慧、德能、相好是你本有的，只要把障碍拿掉就现前了。这个障碍是什么呢？是妄想，是分别，是执着。在大乘经里面常讲呢，无明，无明是妄想。华严经上讲的妄想。尘沙烦恼，尘沙烦恼是分别。见思烦恼，见思烦恼是执着。如果我们今天给你讲佛学这些名词，讲无明，讲尘沙，讲见思，不好懂啊，要解释好半天呢，你还未必能够听得清楚。那么在华严经这样讲话呢，好懂，妄想分别执着，虽然没有很深的这个概念呢，大致上模模糊糊能懂一点，这个东西是障碍。所以佛在经上说，如果我们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法不执着了，六道轮回就没有了。六道轮回呀，关键真正的那个形成的因素就是执着。你只要有执着，你就有六道轮回。六道轮回从哪来的？是你自己执着那个念头里头变出来的。只要把对一切法，我常讲对一切人事物的执着放下，六道就没有了，你就超越六道了。如果对事出世间一切人事物的分别没有了，好，恭喜你，十法界就没有了，你超越十法界了。由此可知，科学家所讲的这个不同
空间的维次，这个现象怎么产生的？那在佛法里头有正确答案的，就是从妄想分别执着里头产生的。只要你把妄想分别执着断掉，所有一切不同维次空间呢，全部都突破了。你这个生活范围不一样了，生活的空间扩大了，真的是净法界虚空界是自己生活空间的，你说多么舒服啊！得大自在啊，得真解脱啊！所以，勤转法轮无量无边的功德啊，这就是请真正善知识、真正好老师来给我们教学、教导我们呐、请他到这个地方来推行宇宙人生真相的教育，这就叫勤转法轮。在世间法里头，佛法不离世间法了，诸位一定要晓得，佛法很尊重世间法啊。世间法里面对老师很尊重，只闻来学，未闻往教啊，这是礼节。大善之时不能不守礼啊，不守礼说人家轻贱你啊，轻贱这样殊胜的教学，那他有罪过啊。因此佛出现在这个世间，世间人不认识啊，没有人来祈请啊，没有人来请他教学。那在这种情形之下呢，释迦牟尼佛就走了啊，他就离开我们这个频道到别的频道去了啊，就好像我们这个电视荧幕一样啊，从我们这个频道他入到别的频道去了啊。我们一般人讲哦，死了，不在这个世间了。不，人没有死，每一个人都不会死啊，死是什么呢？他转入另外一个频道啊，那六道里面就是六个不同的频道啊，设法界十个不同的频道啊，一切众生呢，在这个空间里头常常换频道啊，不过迷惑颠倒的凡夫啊，他不能自在，他是业力在主宰他。那个觉悟的人呢，自己很自在，自己想到哪个频道就能入哪个频道，一点障碍都没有啊！他能够突破频道啊，得大自在啊！所以我们请这样的人，这样人出现，我们要有眼光认识他。哦，这是好人，这是个真正有智慧啊，有修行、有德行的人，请他来教导我们，这叫勤转法轮。这个是古时代，现在没有了。现在大家把这个事情疏忽了，在古时代呀。这个是社会上最大的一桩大事情，教学为先呐。所以中国古代也有阶级，士农工商，四是读书人。所以这个古语有时有所谓呀，万般皆下品呢，唯有读书高啊。但是读书人多半是穷秀才啊，物质生活很艰难的，但他很快乐，
他有精神生活，他真的能够做到与人无争，与事无求啊，他心清净，他有智慧啊。所以这个清苦的物质生活他没有在意啊，他生活得很快乐啊。一生最快乐的事情呢，就是有人请他去教学，他能够有好的学生啊，真正能够啊接受他的教学，能够承传他的道业。所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人生最大的快事啊。这勤转法轮千万不要产生误会。今天我就讲到此地。